我们有很多培训会可以参考怎么开场。基本上深西 VV 公司我们要谈的是什么，就让人家了解 VV， 把 VV 的卖点全部展现出来，甚至让人家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到底他是在跟怎样的人配合。所以通常我的出发点，我的方向会是，你要成功，你不可以靠自己一个人，一个人有可能成功吗？不可以。任何人要成功，他都必须要靠团队，对不对？对，都需要靠团队的，都需要跟别人配合的。所以当你要选择配合伙伴的时候，那个就是一个 很关键的一个决定。我在其中一场，那时候七场巡回演讲的时候，在作风那一场有提到，通常我就会拿《思考致富》这本书来讲。我先提要《思考致富》这本书，它的作者拿破仑希尔博士。那么拿破仑希尔博士用了将近25年的时间生命，去全世界各地拜访了504个最成功的人士，去分析去研究人类成功的原则，他就把这些原则写成这本书叫做《思考致富》。他不是坐在那边这样叮咚想到的，不是的，他真的实际上去做这样的事情，用了25年。25年是一件是人生里面非常长的一段时间，他用了25年研究到成功原则放在这本书上。那么你读完这本书，你省了25年，是不是？所以有没有读过？我不但读过，他的每一个版本我都有。他有行动版，还有精装版，还有什么？我买到的时候，哇，买到那本精装版，我开心要死。整本书给我翻的要烂了。所以里面有一个里面有一章我非常喜欢的，就是人类会失败的30个理由。它里面有想到一个人类会失败的30个理由，如果你这30个都没有，你就会成功。第一个什么还记得吗？啊，就是你没有思考能力。真的，你一出事，你的脑有问题，就是智障啊，就是白痴啊，这种人可以成功吗？不可以，因为他无法思考。一个人无法思考，他无法成功。意思也就是说，今天你要成功，你需要思考。对了，所以伟大老师，伟大的诺贝尔得奖者 Dr. Albert Schweitzer 也讲过这样的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是啊，突然间很多人这样子。”人类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懒得去思考。人类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懒得去思考。由此可见，思考是这么的重要，对不对？所以30个里面，第一个是思考，无法思考。那么在座各位都是有办法思考的，我们已经少了一个失败的理由了。先给我们自己本身一个掌声。这些都是一个设计，我要怎么样把它拎去接下来我要讲的东西。那么其中一条30条里面，其中一条就是选择错误的配伴侣。那么我就会讲一些我自己本身的例子。可能我说我太太，讲一讲我太太，我怎么认识她，以前她是我的女神，哇，他跑100米的时候，我在那边讲，哇，做什么鬼都是最美的。高中他是玩跳的，他是玩长远跳远啊，跳高啊。后来我都是跳远的选手，我也是跳高选手。他拿第一名，我就拿第一名。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时候是疯狂，非常疯狂啊，对他。所以。我24岁的时候追到他，我记得我5月跟我的前女友分手后，就是我追他8年了，追不到，我从中学3年级开始追，追到大学3年级，然后追他8年，然后很挚爱，很挚爱的一个女生了，从来没有男朋友过的。所以我5月份，我记得99年的5月份，
分手后六月份开始追，没有没有，分手当天我就打给他，就追了一个月，六月就追到手了，追了一个月，因为我们已经是很要好的朋友，已经八年了，认识八年了。以前他是全校的模范生，我是全校最坏的，在中学时期啊。那么六月追到，七月求婚，九月结婚。哇，方便他们骂住我，他说结婚不是儿戏啊，我说我当然知道不是儿戏啊，为什么那是那么肯定？为什么那是那么的肯定？全世界我的朋友全部都跟我讲说，为什么为了一棵树放弃整个生命？他就是我的生命啊！当时我真的是这样觉得，到今天我都这样觉得了，不要乱讲话。为什么？这就是我找的款式嘛，这就是我要的老婆的样子。哦，而且他当时我第一次牵他的手的时候，他跟我讲什么？我第一次牵他的手的时候要中电，这样，问我牵了多少个女孩子的手的时候，只有牵他的手会中电。他跟我讲一句话，他说他也是很紧张，因为第一个男朋友就是我。哇！他跟我讲这句话，我就很确定我要求婚了。他说我不是在找男朋友，我是在找老公。哇，就是不是玩玩，很挚爱的一个人，很少了的。我以前怎么形容他？他需要用那个白色胶带给他圈起来了，濒临绝种的这种女孩子。哇，真的真的，所以我就直接就结婚，没有考虑，没有顾虑。当时，因为我说他是对的。所以这种东西有时候要慎重考虑啊，真的要慎重考虑啊。不过现在也无所谓啊，现在什么年代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发现到台湾很多人离婚了，我都不好问了。等一下我问，台湾谁离过婚？我一个就是这种问题不要问了，不要找死。新马比较少。后来我们去研究，我认识十个台湾人，九个离婚。后来我们就一起研究，来台湾的时候就一起跟那些领导人研究，就发现到有可能离婚比较容易在台湾，是吧？而且女孩子不靠男孩子了，是不是？差不多是这样的原因。不过这个不是原因啊，其实这不可以是原因，这是一个家庭观的东西。然后既然有领导人跟我讲说家庭，因为我还是我爱我家庭啊，除了老公以外。其他都是我的家庭，我都往那边打击，这样都可以啊。说如果说真的，如果一个人这样想，他就是这样想，其实他也是包括在内的家庭，对不对？至少在我的眼里是这样啊。选对配偶，然后其中另外一条三十条里面，选对合作伙伴。你看，我要谈到选对合作伙伴。我从哪里开始谈的嘛？我从思考支付，然后布伦希尔博士，全世界拜访504个，然后讲智障，然后讲老婆，然后讲跳远跳高，是不是？拉手，到最后我讲到合作伙伴，他就是这样设计，而不是直接讲合作伙伴。你了解吗？变成你的整个演讲就会更加的丰富和，而且很人性化，对不对啊？哎，人家也看到你的，哎，也还比较认识你，也不知道你大概是怎样的人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要去思考嘛，怎么样？讲这个，然后来到这个。有时候不只是演讲，有时候我们一对一的时候，我们要聊天，也是要这样设计的，不要直接就直奔主题。你要讲，我们要有一些技巧，在过程当中让人家喜欢你，在过程当中让人家了解你是这样的。你应该不会是坏人嘛？人家会这样的感觉，在你聊天过程，你就会感觉得到，对不对？所以它里面有很多层意思啊，所以要思考，要准备，要思考的啊。然后可能在另外一本书上也有讲到啊，配合，然后找配合的合作伙伴，你可以这样拎，从那边拎来，
从不同地方领导，我刚才只是其中一个例子而已。怎么样找到合作伙伴？选择对的合作伙伴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那个是失败的理由之一。你会失败，因为你选错合作伙伴呢，所以你要很谨慎看待呢。所以必须要，你必须要听你现在要选择的这个 VV 是不是你要配合的伙伴，是不是啊？他做了什么东西让你觉得说你要跟他配合啊？那个时候就开始了深吸 VV 公司，是不是啊？这个刚才我讲的只是一个深吸 VV 公司的开场，我还没开始讲 VV 呢，他只是开场而已。然后我就要到多少时间了，是吧？所以要讲完一个小时不能，好过讲废话嘛，对不对啊？老婆上去讲说，哎呦，我昨晚没有睡觉，我三天吃不下，睡不着。我那边的你是讲什么话 ？OK， 几样东西。第一个，当然先了解公司。公司是怎样的公司？其实有很多版本，很多版本。如果谈过一个版本，直接没谈公司，他直接说公司是骗人的，对吧？然后你眼睛大大的这样看着我，这样。那个在线的是吧？记得吗？他谈过一个在线的谈公司的时候，他也是啊，然后，好，你说借用一下，然后呢，讲到他被骗，他被骗去听，他被骗去讲，后来被骗嫁到斯莱，后来被骗住他屋子，后来被骗钱很多，后来被骗到组织很大。有没有听过他反过来讲的那个版本？那个也是一个版本啊。不过呢，可能里面的一些公司里面的东西没有这么的系统化。不过那时候已经很多版本了，所以不差了这个版本嘛。他那个版本又是另外一种感觉。现在我们要的这个版本能够复制的版本。所以首先要完整，就是第一，你要能够介绍的公司。公司真正的卖点是什么？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的，一个很重要的，我选择公司的话，我会选择这样的公司啊。他从零开始，重要吗？重要。哇，太重要了。哦，从零开始的一家公司，会让我有安全感。你看没有这么容易死，是不是啊？因为他可以从零开始。他不需要依赖任何人的，他从零开始。他说从零开始是真的从零哦，零元 ，zero dollar， 零元呐、啊，就这样开始。那时我没有钱，谁说我没钱？我有钱，我选择从零开始。你听得懂吗？你听得懂吗？我选择从销售开始。你懂为什么吗？我选择从推荐第一个不是直销人开始，我不推荐直销人，我推荐平常的人，就是白纸，不是，就是直销素人。你懂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啊？榜样，是不是啊？因为我知道每一个人都要经过，因为我知道接下来我希望的组织是每一个人都这样开始，没有一个人有特权。为什么？因为当时的直销的这个环境哦，会比较来来去去就那一群人做，所以他们一来就要支持的，了解吗？他们一来就是你可以给我什么？你排一边给我，你先出一辆奔驰给我，你给我几场饭局啊？我有一般人啊，我带来给你，你给我什么？你给我几个账号？每次都是要求什么的？这个就是直销，当时的直销的这个很丑恶的现象，我不喜欢。我要从零开始，我要从干净的开始，到最后人家没话讲。是不是啊？然后过后在带组织的过程当中，你的姿态就很高了，因为你也没有依赖人啊，对不对？你就很容易带组织。你说你难，我当时更难，是不是啊？你说你现在卖产品难，
第一套你是什么？当时什么鬼都没有的哦，只有白纸两张哦。有没有问？他就有牛的那个 video 哦，牛吃胎盘的 video， 好吧？哎，他们没有睡觉的，对不对？太奇怪了，以前不单睡，而且还有声音。做了十五年了，真的十五年了。好，我给他们一个掌声。第一，第一位新加坡第一名，也就是说，这边大部分很多都是他的主持人了。成功又长久，我等一下可以提到他一下。OK， 我看一下吧。从零开始，所以从零开始对我来讲很重要。然后可能这一次可能我会放一些，我那天跟 Colin 拿，因为那天 Colin 在台湾总部开幕的时候分享的时候，我看到那张照片，那张照片我没有，我就跟他讨。我们的第一个招牌。什么鬼都是我做的啦，我手工不错，Reway logo 也是我设计的，我也是不错的设计师来的。今天的每一张 slide 都是我做的，我做了两百多张，我做了两百多张了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个非常小间的办公室。哦，你不要以为后面有人，后面没人了。再多一格已经到墙壁了，你懂吗？这些人已经坐到这边了，墙壁在这边了，再多一格已经到墙壁了。哦，我有很多证人，哎，不是不是这样，有没有去过？哦，然后那个死人楼梯有多高吗？那个三楼，这个在三层三楼，然后呢，没有电梯的嘞，那个是叫做我们在新加坡叫做旧的警察局，旧的 CID， 是吧？旧的 CID 总部，所以感觉里面好像有被鞭打的那种房间的，我们好像是其中一间，所以那个楼梯一格特别高，所以以前我们阿伯他们带顾客来哦，都是怎样的人？有问题的人嘛，对不对啊？我记得很清楚，当时有一个人他可以上楼梯，不下不来，他下楼梯需要不三下，就是退后下的，对不对啊？我相信这个人阿伯还有在联络，所以当时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，那个墙壁的一格一格的设计也是我自己游上去的。那么当时在就是我的办公室旁边有一张椅子坐着一个人，我的财务，然后前面我的面前坐着一个人，今天变成资深总监了，所以这间小房间里面是三个人的办公室，前面那个比较长，每天要给我屌，所以今天这三个人都在。哎，从零开始上班，你知道那一间的租金多少钱吗？那间的租金？新币八百块，新币八百块，是不是算是从零开始？八百块讲讲都赚得到嘛，是不是啊？我卖两套就赚到了嘛，是吧？我们真的是从零开始的，好，所以我选择从零开始的一家公司。好，第二，非常非常重要，当然从零开始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讲，请参考我的本世纪巨大的商机。里面有讲，不过那个是比较以前，不过还是可以用，我那天有听过，我不错的，我不想再重复在这里。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新的，就是你可以从零开始，不过当你做大的时候，你能够这公司能够匹配到那个做大的规模吗？重要吗？你能不能够去 match the size？ 很多人做大的时候他 match 不到，匹配不到，他的组织比他快的时候他跟不上组织，有没有可能？你没跟得上吗？跟得上。马来西亚大的时候马来西亚总部，
台湾大的时候，台湾总部，新加坡总部，对不对啊？对。再大，还有没有更大？再去更大？你猜以立威的作风现在会啊、哦？然后呢？以前的培训的地方，四个位置，再多一排八个位置到墙壁了。好、哦，现在公司的培训的地方，人多的时候，我们去制造这样的一个自己本身的场所来容纳这个配合的人呢、啊。这个配合的公司会去做这样的事情来容纳下你的组织啊，对吧？哦，他以前的办公室这么小间可以坐三个人，今天他的办公室这么大，这是吉隆坡的办公室。然后晚宴，从以前酒店一百桌，到不能酒店的博览中心，啊，一千桌，到不能了，我们有没有说没办法了哦？有没有？没有，我们露天租地方，租地方还不用钱，一桌还坐十一人，还不用钱，还有便当区，不够桌子坐，是吧？这个也头疼啊，这个上报纸是吧？这上报纸真的很头疼。那台湾真的是啊，没有东西报道，什么鬼都要报道。那上报好不好？没有问题耶、啊。没有谈过一个主题叫“男子如鹰”啊，去看多几次，是吧？不用给人家知道的。你以为这样出来过后，你的生意会好一点吗？对，没有差别了，哦 ，OK， 就是说它能够 match 到那个 size。你看，这个我没有用话术和或者设计怎么讲，我用图片来给人家看，对不对啊？有时候一张照片胜过你讲一百句话，是不是啊？对。啊，要怎么利用这些东西 ？Facebook 有没有很多这样的照片？有。公司的网站有没有很多这样的照片？有。啊，去看一下。我们要讲用这些照片，几时用这些照片？哦，在讲什么东西？这照片出来之前，我讲了什么东西？砰出来，哇！人家会哇，好像你们没看过这样，刚刚还参加了嘛，是不是啊？我讲了过后，突然间出来，哇！又看到的时候，还是有一点震撼的，对不对啊？更何况一个新人，同意吗？更何况一个第一次参加培训的人啊、哦。所以这个就是我想要配合的模式，至少说。做小的时候，他能够自己生存，他不会死，他可以从零开始。做大的时候，他还可以 match 到你的 size， steady， 对不对啊？对。哦，第三点很重要的，这公司的出发点是什么？哦，不是公司的，这个你要跟他配合的人的出发点是什么？这个很重要哦。立威的出发点是什么？赚钱。我一开始我就讲了，刚才我要制造一间我想要加入的直销公司，是吧？没有后顾之忧的，这是我们立威的出发点。Steady 吗 ？Steady。好了，除了这样立威以外，哪一家直销公司不是为了赚钱？听我讲吗？我不要讲直销公司了，哪一家公司不是为了赚钱？你开公司，你不是为了赚钱，你开公司干嘛？你开慈善机构嘛，对吗？慈善机构都赚钱哦，而且很赚钱哦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公司是为了想做大，我们想要把它做大，钱就投资回去，把它做大，让更多的人。这是直销真正的本意啊！我们站在直销上的角度看、啊，公司是站在直销上的角度看，而不是站在资本家的角度看。站在资本家的角度看的话呢，我们早就冲突了，对不对啊？今天就不会有这一场了、啊，
因为是你们的事情嘛，关我屁事，是不是啊？我们是站在同一阵线看的，所以能够配合，对吧？这个很少数，在这个市场上很少很少，我没有见过。奥利维是第一家，特别吗？当然，出发点还有很多可以讲，仅参考。本次继续大上去。第四，行事作风很多喽，看你喜欢哪一个。好，我的作风那一场有讲，作风那一场是在我巡回演讲的吉隆坡场那一场，我谈作风。哦，里面有讲到公司，哎，虽然肯给，不代表你可以来吃哦。对啊，哦，哎，公司你来吃的话，你是外人，你来攻击我们的话，我们为了保护大局，我们就好像疯狗这样咬住你不放哦。我们不是说哇好人烂好人，我们不是哦。你来惹到李威，我也是咬住你不放哦。啊，就是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底线，是不是啊？对。啊，没有这么容易让人家欺负的。啊，而且超级护短的，哦，李威的很重要的，其他的，啊，就是对外我们是很强硬的哈。啊，里面很多了作风啊，就按照那一个人或者按照那一天，你觉得哪一个重要，哪一个激发到你，啊，你可以拿来分享的。这些就是谈公司可以。好了，刚才讲到同事，当时立威开始的时候，就只有三个人，三个同事，包括我，就在那个小小的房间。哦，今天的立威，哦，同事是这样子，太多，数字还高，还整齐，对不对啊？对。而且他讲说他，我就是非要真的。对还有回音呢，OK， 为什么我放这一张出去哦？看一家公司，我们看的不只是说直销商，我们看他的员工，我们看他的怎么对待供应商，同意吗？请参考我有一次我讲人脉的时候，人脉。有一场赢在立威，应该是赢在立威二。我讲第一，赢在立威一，我讲人物；赢在立威二，我讲人脉。人脉里面我有提到，就是供应商。我第一天帮我做第一个盒子，第二盒子的那个供应商，今天还是那个供应商。我第一单跟他下的第一单，我做了5000个盒子，然后一年没有跟他下单。当时他的工厂非常小件，非常小。那么在一路下来10多年了，今天的工厂非常大件，去到他的工厂全部拔掉盒子，真的，变成我这一生很要好的一个朋友。这只是盒子、瓶子，因为我们没有多少东西嘛，对吧？盒子、瓶子，复印的那个，哎，做太子之盒子，那个做 event 的咯，啊，今天做 event 的那个，哎，合作很久了。然后立威在长大，他们也要跟着长大，是不是啊？然后在跟着长大的过程当中会犯错吗？会吗？会。他做盒子那个，在跟着我们长大的时候，会被人家竞争掉吗？会。会不会有人来抢这个生意？会。会不会有人来跟我讲说，哎，这个盒子更便宜，他们做得更好？会。李威做吗？李威到今天还是跟着这些人，不是说因为你是我的朋友，我给你赚多，不是。我就会跟他讲，你要怎样去跟人家竞争。要不然你到最后你是踩自己的脚黑吧，对不对？我就激发他，结果他是能够 match 到人家，能够匹配到人家的价格，他更能在市场竞争，对不对啊？对。他更成功，他成长，跟着我们一起走来的全部一起成长，而不是说，哎，你不行啊，我们生意是这样的，你比不过人，我帮你涨掉，然后市场上就很多
敌人，是不是啊？很表面的朋友，很多因为讨好你的朋友，我们不需要这些，我一眼也看得出来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是很真心的，真的一起，共患难上来的，战友，是吧？这公益上是战友吗？是，我个人认为是。同事是战友吗？是。你们是战友吗？是。我们一群战友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这是我很想要的。所以这一次我们的同事啊，一月份的时候就有给花红吗？对吧？对。努力为的花红是怎样的吗？多吗？今年我跟他们讲，没办法给多。我跟他们这样讲，因为比较起来的话，今年的这个开销比较大，去年开销比较大，所以公司赚的钱是前年的可能少20倍，赚的钱呢、啊，有没有赚？有，不多，哦，搞不好再搞一场大场的会议就没有了。我再跟他们讲啊，结果给的比去年还多。放在台上我讲出去的时候是没有办法给这么多，希望能够理解每个人。OK， 没问题。我们公司还是给的比去年还多，这次是这样的一个配合的方式的，这次是其中一种作风的，真的是瞒不了的，这个没有秘密的，这是真的，真的发生了，需要给Vivi一个掌声。就是说我们选择一个合作伙伴，我们到底要选择怎样的合作伙伴？分析啊，分析给他听，这些都是可以分析。还有没有？还有很多，那么请参考以前的培训，谢谢。OK， 下一个公司，就是说这个也要拎去，这个东西其实也要拎去，如何开始？这个是前面的基本的一些东西。你要开始这个行业，基本最基本的东西，公司制度产品你要会，对不对？对。公司制度产品你不懂，你不要跟我讲开始了，去了解先了，是不是？人家问一个问题，你不知道，你没有人会来他们叫什么？来，我突然间词穷，会来怎样你的，就是理你的，差不多是这样。好，所以下一个产品其实你们应该更清楚了，是吧？保健产品，一个产品从一代升级到六代，没有起价，这个是其中一个，成分翻了一倍没起价，而且会去 upgrade 的。他会去进步，这个也是很奇怪了，非常奇怪了哈。所以产品你们应该懂得讲卖，你们都是高手在这边，所以我不多谈。产品通常我谈的时候呢，我通常都会谈到跟市场有关的，我不会只是讲产品的效果，我会谈的是市场有关的，这个产品能不能够应用在直销这个行业里，这很重要。如果要应用在直销这个行业里面，它需要有一些条件，所以我的产品是有条件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是我在本世纪最大商机里面有讲的，高价位，它必须要能够被消耗掉，它必须要能够借到力，而它本身必须要是独特的，这四个很重要的条件。我发现它不是很多人会谈，请参考我的本世纪最大商机。为什么要高价位？谁可以跟我讲？第一时间。啊？它有很多好处的，是不是？我们选择卖高价位产品，它有很多好处。因为你卖80块产品，顾客会不会觉得贵？会。还是觉得贵？我卖多少钱的产品，顾客的角度永远都觉得贵的，是不是啊？然后他不如我买，我找一个比较价值高的来卖。是吧？而且它是必需品，
它必须要是必需品啊，这个可以加进去也可以。它必须要是一个必需品，就是我能够制造需求给他们。我还没去之前，他没有想到这个需求的。不过我去到的时候，我跟他谈了过后，他忽然间觉得他很需要的这样的产品。有没有这样的产品呢？有。健康产品是不是？保健产品就是这样。所以通常直销公司都是走保健啊、美容啊这些的，可以制造需求的东西。OK， 高价位，他必须要能够消耗掉，不然他跟你买一次20年、10000年不要跟你买了，要20年后再跟你买，完蛋了不可以，他就很难持续这样的业绩哈。他能够借力，我就拿他讲到 Playboy， 还记得 Playboy 吗？你们懂 Playboy 吗？Playboy 这个品牌，好，就是那个杂志，不可能你们没看过的，不要骗我，就是那种色情的杂志，是不是啊？都是搞比较偏向成人的东西的，哦，成人用品啊，哦，就兔女郎其实是来自 Playboy 的，是不是啊？为什么？因为它的 logo 是兔子，所以我每次有拿这个例子来讲。请参考本世纪巨大的商机。如果你谈这一场的，你一定要参考，我跟你讲啊。然后呢，不但能够借到力，它还要是独特的，就独特，就是当时没人有，后来做好了，做大了，会不会有人跟进？会不会？对，不过太迟了。跟风的永远不会成为老大，是不是啊？对。所以 it's okay, no problem 哈。这边里面有很多谈法啊，我怎样你谈得多好多好，最终最后这个最重要，效果啊，见证两个啪啪搞定，是不是啊？这边的见证应该是非常恐怖的，恐怖到我的见证是什么见证？肚子痛哦，闹塞闹半口了。对，里面有笑点，我的见证里面有笑点，有听过吗？还有我阿嬷的见证，我阿嬷那时候，我她的胃，肚子很痛，肚子肿起来，然后，赶快去医院，医院呢，发现她的胃啊，塞着。食物全部在胃里面，然后过后把这些食物拉出来过后，就人就比较好了，就开始吃我们的产品，开始吃我们的产品过后呢，一段时间有没有帮助到这个？我不知道。不过我阿姨发现照顾我阿嬷的阿姨啊，就是我亲阿姨，她跟我讲说，她以前的脚趾甲啊，长出来很难看的嘞。歪来歪去的，现在他的指甲美美了嘞，是我阿妈的见证。我刚刚才讲胃黑，突然就变指甲了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听到？突然就人家以为我要卖很大的东西的时候，就是卖他夸张的东西的时候，我突然讲一个词。要把指甲变美，你要吃什么就有啊？介绍一个给我吃呢。他说现在他的脚趾甲全部美美的，开心吗？开心，是吧？有没有效果？有效果。来讲一个有笑点的一个见证出来，捞三捞盘口，对吧？这个就是要有时候见证不一定要拿最夸张的才是最好的。明白吧？要有趣，我们要设计我们的见证，懂得设计见证。我从小开始讲，我以前老师九岁当兵的时候呢，可能吃错一包面，我叫他帮我加辣，他没有加辣，我不爽，因为真的情绪之下，我吃的我食物中毒。食物中毒过后，这是真的真实啊。食物中毒过后呢？那一个时候的那种固执，不看医生，觉得看医生都娘娘腔的人看的，我们男子汉大丈夫，灌水，
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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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用灌水的方式，灌水拉，哇，全部都是水，吐哇拉，呼，这连续几天，整个人瘫了，整个人直接脱水，很严重，还是不看医生，慢慢就这样好了，胃就出现问题了。很严重的问题啊！怎样严重法呢？当完兵读大学，读大学呢，就通常我们都有那种咖啡厅啊，很讲厉害，大学生都讲厉害的嘛，啊，让咖啡厅读书的那种，大学就有很多这样的咖啡厅，啊，有雨伞的，我们坐在那边做功课，哎，肚子不舒服正常吗？收收一下哈，放在包里面，拿那个包才多少几秒时间嘛，对不对啊？站起来要走去那个厕所的过程，厕所在哪里？就在这道墙了，就他妈的这么靠近，走到一半，哇，没办法走路了，他顶住了，然后看没人，赶快，然后要住这样，黏黏这样，进去里面其实很喜欢，这只是其中一个 case。当时我每几天一次，哦，我们很痛苦哈，哦，所以进去里面的时候呢，在脱裤子的时候，那个裤带啊，脱的时候爆又重，那裤带是皮的嘛，布的你很容易洗的嘛，洗得干净嘛，皮的你很难。它还会掉一点点一丝，怎么样？我现在在设计我的见证，你没有笑点吗？自嘲是笑点啊。然后你就洗哦，皮鞋洗，洗洗洗洗，所以整件裤子下半身是湿的咯。然后你要这样出去也不是方法嘛，等一下马上就要上课了，就打给住在宿舍的朋友咯，好朋友有没有几个？就两个，来去去那两个朋友，我们都很孤僻的人以前啊，两个朋友，哎，下来，我们现在不是讲福建话，哎，借我一条裤啊，就借我一件裤子可以吗？但是你是做么呢？我老肥老板裤啊，就是大便打在裤子上。他就笑，又笑不出，OK， 你在哪里厕所？就跟他讲，我给哪里哪里的厕所，他就来找我了，他带我去他的宿舍了。我就从那个出来的时候，看到我下半身湿湿，哇，直接就这样笑我了。他笑我十年。哎，这个人最近还刚刚发一个短信给我，我一个大学的一个很好的朋友。他每一次发短信给我过后，他就会讲：“我不会跟人家讲你老三老板口。”然后是用福建话讲的，都你很生气的。我没敢讲你老三老板口，他就每次说我财逃派，就是大便头坏，大便那个头啊，我们讲像水龙头这样嘛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叫头啦，应该是洞嘛，他讲头。财逃派，所以他每次讲，我被改了，我是财逃派了。不是，我不应该讲你的屁股洞坏掉了。OK， 好了，后来就开始出来社会了。出来社会有没有好过？没有好过，越来越严重。以前我开始做直销，我出来社会做直销嘛。因为以前没有车的嘛，要去公司搭地铁。谁陪我搭地铁？柯烈陪我搭地铁，因为他以前是我的下线，他也是我的小姨子，哦，那么没办法，身为上线，还是要带着他的，对不对啊？当时带着他是有点痛苦的，当时他很肥，大腿很粗，所以当时我们两个坐在 MRT 的时候呢，其实新加坡的地铁是很快的嘛，对不对啊？从西到中大概是二十分钟而已，二十多分钟最多。我跟你讲啊，还没到一半呢，我们两个在那边跳，死了死了怎么办？
是啊是啊，我想大便还想小便。我的大便忍不了，他的小便忍不了。啊，当时很多人很严重的，啊，垮掉的很严重，垮掉。我每次开车的时候，他们在旁边，我说：“哎，石油钱 OK 了，我们弯，加油站，小便了。”一上车了，我刚开不到十分钟，他说：“哎，我跟你讲个东西，你不要生气哈，你不要骂我，做梦呢，我又要小便。”垮掉就是这样的嘛。我是大便还是小便？所以每次一到站的时候，门还没开，你看到两个人准备要冲出去，然后就冲，然后一人跑一间，然后哇，很舒服，出来哇，好像得救这样，每一天都好像得救，每天呢，每天呐，你听好了呀，哎呦，前面的过程，在我还没有车，我九个月后就有第一辆车奔驰，这是我直销的第一辆车，九个月，然后呢？没有好转，然后就越来越严重了。到了大概三十岁哈，当时非常繁忙，公务非常繁忙，要管理的东西非常多。某一个公司的执行总监哈，做到三四点，每天在办公室的，到三四点早上了。三四点完了，从办公室走下来三层楼，我走到楼梯下来过后，一出去外面一条小街。有一个电灯柱，一出来，里面的空气和外面的空气不一样，里面是比较有冷气嘛，外面突然间，哎，温度不一样过后，突然间那个问题来了，我就抱住那个同样的那一只电灯柱，就吐出来，每天哦，吐到我旁边的那几个跟着我的，已经习以为常。通常你看到朋友突然间吐，你会哎，是不是得急，是不是得急，对不对啊？你一定会这样的吗？没有，我在吐的时候，他们两个，然后我也吐了习以为常了，我就说吐了，他们就，因为是每天发生的事情，才会这样的反应，对不对啊？到了我33岁，有没有可能好转？这个时候19岁开始了，是不是啊？到了33岁的时候，做绿位了，是吧？做绿位的头两个星期，听好了哦，头两个星期，一样的，还是要回家，跟考的，因为那时候我的女儿她的妈妈顾，就是我的岳母顾啊，所以我就要去她家，所以我们是一起回家的，停好车。走路回家的过程也是半夜三更，坐立位的时候也是半夜三更，走走走，突然间要讲一句话，哎，你是很久没吐了吗？哎，真的嘞，到今天，有没有可能突然间叮咚，老天爷照顾你，忽然间好了，有没有可能？他问我有没有看医生，没有。那我到底改变了什么呢？好像有多一样东西，叫做 body。嗯，对啊，对啊，来，这个就是，先生，大家可以接受吗？这位先生，会不会很夸张？不会。不过哇，听了过后哇，我说有可能你会觉得好笑，闹三两半口也没什么嘛，对不对啊？又不是什么绝症呐、啊，你每天试试看。你在开车的时候突然间你肚子痛试试看呢、啊、那一刻你就知道不是开玩笑的，是吧？那个时候什么神都搬出来拜啊，印度神啊，什么神，对不对？拜了有用还好，拜了没用落塞了拜口的时候，然后你的下线就在你旁边啊，那个时候你就知道悲哀啊，突然间好多，我感恩到，我跟你讲啊，感恩这个产品，感恩到啊，虽然它只是这样而已嘞。我说，万一今天有一个糖尿病啊，因为这个吃得好，万一有没有？有。是不是因为这个？难说了，不知道。我管它是不是了、啊，它好的几率高不高？糖尿病，好的几率是零啊，糖尿病，零啊。它只会越来越严重，一米有一嘛，
因为他是绝症嘛。那么如果他有几率会好，就算是0.1%的机会，他都是先当的，是不是啊？你看，你不需要考虑说，哎，他可以治疗你的绝症呢、啊，需要吗？我们讲的很可能啊，可能一点点可能。那么有没有这样的例子？有，有。那么你站在那个角度想，开心吗？开心。快乐，是不是心理作用重要吗？不重要，因为反正他的机会是零，是不是啊？我管他是因为什么作用。如果因为心理作用可以的话，那心理作用，是不是啊？就是我们讲话不要太过给人家抓了，了解吧？你不要故意讲出来的东西给人家抓，不要给人家的机会抓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尤其是谈产品的时候啊，难知如云，懂吗？难知如云，请参考妹姐的。难知如云，但是我没有卖。第三个制度至少要会讲哦，对不对啊？推荐奖金啊，你推荐一个人就推荐奖金，发展奖金，你推荐第二个人左右有业绩，你就多一个奖金，发展奖金啊，只要继续的左右有业绩，一直到无限代，他都有发展奖金，对不对啊？Yes. 是啊 ，OK， 配对奖金 matching bonus 啊，那么你第一代如果有发展奖金，你就配对奖金；你的第二代如果有发展奖金，你就配对奖金；你的第三代如果有发展奖金，你就配对奖金，是不是这样谈？是不是？没有毛病哦。啊，看你们怎么谈。我通常都会觉得说，有时制度要讲清楚些。你制度身为一个领导人，我们有这样的责任，先给人家知道清楚，你不要去掩盖。有问题你讲出来了，我们直视这个问题。那如果不是这样，有没有更好的方法？你要怎么，而不是去盖，不要盖。我们设计一些谈法来弄它漂亮，可以的。你要讲清楚。好，你说，哎呀，你这样讲他听不懂的。那么我们再把它更步骤化、更简单化来讲。用更简单的方式来讲，哦，制度一定要先讲清楚，这个是责任来的。然后呢，制度里面呢有几个重要的东西，哦，制度要能够竞争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市场是竞争的，你要跟外面的人竞争，你要跟外面的人竞争什么？不是哇，制度怎样设计？不是，竞争。100块钱进来公司，多少钱分出去？这是对直销商比较有关键的一个问题，对不对啊？哦，请参考，哦，豪神的，哦，豪神讲过，他有讲过，赢在 VV 三，赢在 VV 三，他分享制度，他没有谈制度，不过他就分享了几个关键点。哦，第一，他有办法竞争。有办法竞争的话，就是说，哦，我的 payout， 我拨出去的奖金是无人可敌的 ，steady 的。然后奖金如何分配也很重要。你分配在前面新人的，还是把重量放在后面，也很重要，是吧？有些制度，尤其大公司的，前面没有钱的哦，是不是啊？前面你要做消费者的哦。你要去累积很多很多的顾客，有一定的消费群了过后，你才可以全职的，有没有？要不然你马上就饿死了。如果你全职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把钱全部放在后面，他们把钱放在后面，你要真的做了很大过后，你才可以赚到钱。有没有赚到钱？有，肯定有的。每家直销公司都会有人赚到钱的，哦，只是他前面很难。在找金的过程当中，他没面包了，饿死了，是不是啊？玻璃杯的不一样。今天你要做利威，今天全职可以吗？可以。可以，因为你每天计算，是不是啊？没钱，现在马上去，马上赚。第二，前面要赚钱，做得到，能够生活吗？足够生活。
后面要赚大钱可以吗？可以，也可以。前面后面全部都补得很好，中间前面下面，哎，你要赚钱的方法，老爸还是能够做到的。有些制度是你要只要努力都做不到的，你相信吗？所以奖金如何分配就是这样，每年计算刚刚讲的哈，稳定收入、永续收入啊，这些都是可以，都有谈法的，请参考赢在 BV 三银行的制度 ，OK 吗？所以这三个很重要的，啊，分析深析 BV 公司，你必须要深析，很像分析6P 这样，很像 6P 这样。我主要的目的还是要让他了解 ，OK， 你现在配合的公司是这样的，那么你要不要来配合？就是你懂得，他已经懂了，而且比你厉害，而且他很愿意跟你配合，这就是我们要达到的目的 ，OK 吗？可以。好，然后有，我这边有发一个地图在这边，好像是在讲市场，而且讲市场还很大，这是我们目前的三个区。然后还有欧洲区，然后还有美洲区，还有南美洲区。其实我们讲说要做到全世界哈，当然还有这个大中国区。其实我们说，我把它涂上颜色的这些地方，你看地球这么大，对不对？还有很多白的，对不对？其他那些白的。的直销啊，都是可能加起来都没有1%直销市场。我涂上颜色的占了100%。OK， 因为目前是在这个地方，对不对啊？然后碰到一点这个地方，对不对啊？然后还没有到那个地方。会不会？可以。会不会去？可以。所以它还有很大的，它接近一半以上的市场，甚至这边还很大的潜能，对不对？还没有真正的去扩展，今年才正要开始，是不是啊？去让它更加的深，更加的稳，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时候。啊，通常这个只是看你要怎么谈呢、啊。啊，做一张地图给你们用，啊，这些赛就是做给你们用的，你懂吗？然后你们可以加，好，你们看得不爽，可以不要，好 ，OK， 大概就是这样。通常我们讲到公司多厉害，产品多厉害，制度多厉害，那个人会不会被激发？会不会觉得这是一个机会？对，官场可能做讲一个小故事。哎，多讲小故事，你不要以为哦，我听过了这个小故事，我懂了，都要练习的，都要练习的。会不会讲钓鱼的故事？会。通常我们说，我们展示出去的是一个机会的时候，我们讲钓鱼的故事，是不是啊？钓的故事随便讲，谁要来上来表演一下？突然间睡觉的醒过来了，是不是？我练习一次钓鱼的故事。你不要以为钓鱼故事容易讲哦，我在 VV 15年来没有一次的钓鱼的故事我是满意的。你听好了哦，我不是在开玩笑哦，我不是说我的标准很高，弄到花张高，不是哦，真的还有待进步。又看过真的厉害的，而且是女孩子，厉害的。你要不要试试看？我不相信，我打死我都不相信。OK， 钓鱼的故事是 OK 好。有一天呢、哦，有一个人，他在湖的中央钓鱼，钓到鱼了，他就把鱼放进船上后面的那个笼子里面，继续钓，突然间，他听到一个声音，老兄，湖的中央哦，还有一个人哦。他以为他错觉啊，还管他，继续跳。突然间那个声音又来了、哦，老兄啊！这次他注意看，他看到笼子里面有一条鱼啊，在跟他讲话。
他说老兄老兄，哦，你放我先回去水里面，我给你3个愿望。那么各位朋友，今天如果一条鱼再跟你讲，你相信吗？喂，有一条鱼跟你这样讲，你相信吗？既然有人不回答我，你一定要相信啊！喂，鱼啊，鱼跟你讲话，鱼会讲话吗？喂，什么情况之下鱼会讲话？肯定有法术嘛，是吗？哇，所以这个人知道了，他不像你啊，我不回答，他知道机会来了，机会来了，机会来了，很开心的嘛，还要把握这个机会。他说，他要求很高，他说三个不够，我要10个。那个鱼讲，不可以，我的法力最多给你3个。No， 你现在的生命在我手上，我要10个。可以，我只是给你啊，这些什么东西比我的命还重要啊？这样9个，我只可以给你3个，给他8个，啊不，7个，啊6个，啊5个，这不可以，我4个 ，OK 3个半 ，OK 了3个了，转过来看鱼死掉。因为你还跟他说，哎呦，不要看这样跟这样，直接赚了再说，是不是啊？因为一机会可能一跑，他可能就不回来了。你看这个故事的目的，你看最后一句话也是重要。看他这样的公司，你以为时常会遇到吗？你绝对不会再遇到，我跟你讲。你要赶快，你不要再想，哎呀，他哦，他老板几岁啊？帅吗？不帅呗，肥呀、啊！不问这种无聊的问题吗？直接抓了，直接配合了，这么难得，对不对啊？你看，这故事到最后你要有 moral of the story。好了，我来回来讲那个故事。你不要看到那个10个、9个、哎8个了，这个时间的拿捏，时机的拿捏，有些人拖太长在那边，有些人又太短。你要怎么拿掉人家的耐性，你要抓人家的耐性，他可以到哪里？我给他3个，那个时候，然后突然间转过来看，鱼死掉，那一刻你也不可以笑，你不要有些人讲笑话还没讲他就笑，对不对啊？你要讲了过后你那个脸呢？然后人家笑了过后你才可以笑，是不是啊？你那个笑了过后，你才笑，你就可以带动多一次那个笑。你看，这些都是非常细节要练习的。你要看得到那个功力，人家谈这个故事的功力，到底要谈多少次，到底要在脑海里跑多少次，到底要照着镜子讲多少次，才会有今天的这样的功力。你不要以为简单呗，或者我们来挑战一下，找一个人上来讲。一模一样的故事，要不要？好，对吧？对吧？讲讲都飞马了，是不是啊？我们要尊敬飞马了，是不是？你要丢脸怎么办？不过大概就是这样的。所以有时候可以找一个故事开场，可以搞一个小故事观察，有时一个小故事胜过千言万语。哦，我有没有很多小故事？哇，多到我都无法计算，有时候突然间来的时候，哎，又多一个小故事出来。哎，有时候这个问题来，突然，哎，这个情况需要，我又多一个小故事出来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会有？学习的步骤里面有讲，是不是啊？刚才学习的步骤里面有讲，所以 OK 吗 ？OK。OK 的话，现在去查点时间。